这男的你睡来了。你的投资人都是睡来了。你当时不是拿不到投资才把这姓石的给睡了吗？嗯。南桥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女朋友呢，脾气比较大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来，石先生是吧？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，而且是单独见面。不打扰了。温迪明天会宣布极客和 VIV 的战略合作。他说，真人秀节目的反应很好，销售的时机和热度都刚刚好。其实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觉得不尴尬。你刚才是帮我还是真的想介绍我给大家认识？我其实第一次在这种场合觉得不尴尬。你刚才是帮我还是真的想介绍我给大家认识？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男生像我一样喜欢无人机，而且会做很好吃的饭，还会帅帅的跑酷。其实我想问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有一些事情应该让男人来做的。我不是一个很会谈感情的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保持你这种不远不近的距离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你的手环不能摘，虽然是你抢的吧，但是我刚好也想送给你。你的手环呢？放在这里，他会听到我的心跳。
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男生像我一样喜欢无人机，而且会做很好吃的饭，还会帅帅的跑酷。其实我想问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我离婚了。对方一签字，我马上就跑来告诉你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回来之前提交的离婚申请。十月，你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我放下安检身份的人。曾经让你看着我的背影，很对不起。现在我回来了，你还在的，对吧？生气了？我钱还没赚够，仇呢，我还没有报。现在让我撤下来的话，我不甘心。也对，那你还想怎么做？说给我听听。之前你跟我说过你会无条件地站在我的身边支持我，为什么这一次偏偏不行呢？是不是旁边来了一个好的参谋呢？胡说什么呢？从头到尾还不就你一个？如果只是我一个，为什么一点点空间你都不给我呢？我也没说不听你的呀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小小的帮助而已。我这还自以为是的，以为你会喜欢我对极客飞行的折磨呢。君子的折磨总比小人的折磨更有成就感。你说我是小人？有人说你在这坐了一夜啊。天亮得好慢啊。让他们给我准备早餐吧。梦境的老板，还是极客飞行的投资人，你凭什么说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就出现，说消失就消失？我是你的男人，我这里都是你，我希望你这里都要是我的位子。十月，
夜闯民宅的，我没报警就不错了。老板要吃要喝的。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你是在等我吗？是夜跑视频火了，温迪想请你当代言人。不要喝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好东西必须要跟大家分享。我一个人住久了，不太适应跟别人分享什么东西。没事，我多来几次你就会适应了。你报复我突然间消失了，报复我回来几天都没有找你，还是报复我吃了你的面？你的记忆力不是很差吗？这么久的东西你还记得？关于你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。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待过？谁教你的？你教我的。我教你的是凡事呢都不要太着急，慢慢来。我今天想教教你怎么进入关系迅速发展的第三阶段。第三阶段是什么？十月我这些话应该男人来说。哎，你还欠我一个甜蜜的约会呢。我想你会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坐在上面，有一个男人站在她的背后。这些男人你不需要，你只需要我。我看他们看你的眼神简直让我非常嫉妒，你知道吗？整个屋子的女生看你的眼神都让我觉得非常危险。没事，我保护你。其实我从来没想过会遇到一个男生像我一样喜欢无人机，而且会做很好吃的饭，还会帅帅的跑酷。其实我想问那天我在攀岩馆里问你的事情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离开就是跟安宁叫板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，绝不能让 Wins 与 VIV 签约。行，只要是你做的决定，我都帮你。可安宁，他不会放过南桥的。我会带南桥离开一段时间，这里的事情交给你处理。出去避避风头也好。可安宁要是知道了 ，VIV 没有那么容易。所有的工作人员，所有的对接资料，他都没有亲自经手，说明他还是信任我的。该瞒的瞒好，该破坏的破坏掉。放心，所有事情必须要回到最初状态。甘宁也是。是的，我必须要勇敢面对跟他的过去。哎，不要忘了，你还是Vince老板。我也是南桥的男人呢。